让部分男生讨厌的1111光棍节又要来了，大陆的网购业者呢则是磨刀霍霍啊。阿里巴巴联合旗下的商家呢寄出优惠折扣，重点要布局海外，企图把这一股风潮呢吹向台湾。所以呢，不只是注册淘宝网会员会送你现金，同时运费呢更是打出了破盘价，商品寄到台湾第一公斤只要10块台币，相当于原价的一折。